明星耍大牌见多了，助理耍大牌倒是少见。近日张杰谢娜现身机场，身边围着不少粉丝和代拍，结果助理突然抱起打掉别人手机，谢娜也被吓了一跳，连忙制止拍摄打圆场。针对这件事，谢娜工作室也及时道歉，表示被跟拍干扰导致迟延，影响秩序，最后还向大家致歉，并且会反省。可这样的道歉并没有得到网友的认可，因为视频里很明显，张杰谢娜身边并没有围着很多粉丝，他们两个人是正常走路的。其次，拍视频的人离他们俩比较远，也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大众谴责的其实不是张杰谢娜，而是助理嚣张的态度。机场是公共场合，张杰谢娜是公共人物，有人拍摄很正常，礼貌制止就可以，完全没必要打别人手机。明星助理和粉丝起冲突不是一次两次了。2021年，大张伟带着助理现身机场，身边就围着一堆跟拍者，大张伟没有理会，女助理却神情激动，不仅用手遮挡镜头，还破口大骂，最后打掉对方的手机。大张伟也在一旁劝阻，才制止了这件事儿。明星助理耍大牌，不仅是打手机，还有人独占电梯拒载房客。贾乃亮在入住酒店时，带着一群工作人员乘坐电梯进入房间，女生拿出房卡证明自己是房客，也被助理拦在电梯外。曾经也有不少圈内人爆料，不少明星的助理比明星本人还大牌，不仅打着明星的旗号索要东西，还对粉丝很不客气。这看起来是助理本人没素质，可事实真的如此吗？助理敢这么嚣张，是谁给他的底气？是明星本人。明星的话语权永远高于身边的助理，从各种路透视频里我们都能看到，助理帮明星穿鞋，手接漱口水，有的还会遭到明星的虐待。曾担任过叶璇助理的阿雪就透露过，她在叶璇身边当助理期间，经常被叶璇侮辱打骂，还得25小时待命，哪怕逢年过节也不能休息。那为什么到了粉丝还有陌生人面前，助理就敢这么嚣张？说到底还是明星本人的态度和管理方式有关系，助理才不把别人看在眼里。现在很多明星都有自己的工作室，自己当老板，经纪人助理都是他手底下的打工人，当助理嚣张跋扈时，就说明明星团队的素质也是存在这种情况的。工作过的人想必深有体会，老板是什么风格，底下的打工人就容易是什么风格。现在的明星享受粉丝的追捧和崇拜，并且冷眼相看，助理也自然不会尊重粉丝，更不会尊重其他人。现在来看，狐假虎威就是对那些嚣张的明星助理最贴切的形容词。杨天真曾说过，明星身边的经纪人和助理是最容易丧失自我的，他们跟在艺人身边出门就是头等舱，住的酒店都是顶级的，时间长了他们也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明星经纪人助理希望通过这种强烈护主行为来表现出自己对明星的忠诚，以保证自己的铁饭碗。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样往往会适得其反。如果明星平易近人，待人友善，经纪人和助理也不会有这种错觉。所以当再有助理被曝耍大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本质，是助理本身没素质，还是明星团队的风格就是如此呢？